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Melissa，FF 官方最近出了最新的预告片，或许有些人没有看过，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44号街，他们在什么地下道8号出口的感觉。哦、oh。是周末嘛？好的，是官方要准备更新的日程，会有更多的可游玩角色。哇哦！然后呢，就是今天的主题，有人把这个预告片直接做成了模组。在我们正式开打之前，记得帮这个影片点下大大的赞，还有你的订阅、你的关注、你的小铃铛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3, 2, 1, go！ 啊，对哈、哦，它是官方版的模组，装在官方版的，所以不能空按，空按会扣血。最近好像越来越多模组可以直接装在官方的 FNF 里面了。大家可以继续期待 FNF 官方的更多更新，下一个可游玩角色会是谁？Girlfriend 吗？这样子都能做成模组，超强超有。我们的准确度 99%。 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实况就到这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请大家继续期待他们官方的更多更新。那么我是Melissa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